大家好，我是 Kid， 这是我的儿子木木，好可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这是我的儿子露西派。现在布下礼车的呢，是今年入围的大赢家宪哥 Kid， 还有坤达。三个人以综艺玩很大入围了益智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，节目虽然迈入第九年了。金钟红毯舞美算什么？露西派变牛肉面师傅超荒谬。今晚星光大道营业中，金钟五八节目类颁奖营业中，红毯女星争奇斗艳，美的程度更是不分轩轾。以《饥饿游戏》入围益智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的君君以及蔡黄汝，两位今天超级美，一黑一白哈。那刚刚从最美人妻晋升为最美妈咪的 Sandy 吴珊如，还有露西派，大嘻哈时代来了。看完金钟红毯舞美，来看红毯荒谬精选，非宪哥家族莫属。之前呢，就是你赫然发现你爸爸答应你说要包给你100万，结果这个是个空头支票。爸爸没有关系，我会得10次金钟奖状就有100万。我有一个亲生女儿说我没有包100万给她。对，她说她得10次金钟。Sandy 是签约在我的经纪公司，我公司都没有抽她。哎呦，不要找我钱才对吧？啊，那我们来问一下，最近又有新身份的这个牛肉面小开哦，露西派。不是小开，我是牛肉面第三代传人。现在布下礼车的呢，是今年入围的大赢家宪哥 Kid。坤达，三个人以综艺玩很大入围了益智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，节目虽然迈入第九年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Kid， 这是我的儿子木木，好可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这是我的儿子露西派。今天人家带儿子，我也决定带儿子。我这个儿子突然间穿起这个厨师的衣服，刚已经陪姐姐走过一次了。不过我现在是老唐牛肉面第三代传人的身份，衣服出现，压力最大应该是达达了。哎，他第一次入围，希望今天也是他第一次得奖。我跟露露压力都不是很大，轻松，因为手上有一点筹码。第一次面临要不要上台领奖的是点点，没错。怎么样？因为现在呢，无一获奖的就落在我身上。奶哥怎么说呢？啊，对不对？赶快拿一拿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赶时间嘛，真的，我们真的很期待陈汉典一起拿下金钟奖，你知道吗？他再不拿下来的话，我看他又一阵他滑错了。那个，你之前有答应说哈，若露露跟汉典共结连理的话，你要包200万的红包，然后生儿子100万，生女儿再包200万。如果今天他们两个得金钟，你要包多少金钟是我们艺人应该要尽的义务，对，好不好？对了，所以除非两位结婚，好不好？200万你就拿走吧。好，不要再诱惑我了。我们两个结婚等于是周楚除三害。漂亮，我们演艺圈去掉两个歪瓜裂枣。